金星力爆红的韩国演员姜荷娜首次在台湾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一开场就带来温暖情歌，粉丝都融化了。门票只卖出三成，会场小冷清，但依旧不影响姜荷娜的心情。除了害羞送粉丝爱心，现场还开心和粉丝玩游戏，送出爱的抱抱。真的是个大暖男呐！